每一日都有人在贫穷线上挣扎。我是 Gloria， 我是极力反对今次这个这么无耻的财政预算案。我是一个家庭主妇，我在家做好我的本分，带大我的仔女，哪一个够胆说我对社会没有贡献？扫街的清道夫，我先生公司侦查的一审，他们大清早就起身将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。香港有一个这么好的营商环境，每一个市民都尽了他们的力。老生常谈，好人有好报，或者老生和达官贵人一样，都是谎话连篇。政府还富于民，希望他不要只是还富于好像李嘉诚先生四大地产商所有有产业的人，他们已经很富有。公平究竟在哪里？香港人网好打不平，打倒不公平。还富于民是应该还给啲老人家，他们已经作出了贡献。还富于民是应该还给每一个市民的。3月4号下午2点，铜锣湾东角道行人专用区出发，游行至中环遮打花园。下午4点，遮打花园全城打小人，打倒不公平财政预算案大行动，齐来打倒不公平。